还有调查。画面中可以看到民宅外机车、烧水团、火球，现场火势相当猛烈，浓浓黑烟不断冒出，过程中还传出阵阵爆炸声以及噼里啪啦的声响。消防队火爆也火速抵达现场，并成功灭火。只是好几辆机车都已经烧成骨架，民宅外墙也被大火熏黑，甚至还有大片的瓷砖脱落。当时附近民众发现失火了，也赶紧出门查看。火还蛮大，已经烧到大楼了，怎么浓烟啊？怎么起火的？起火不知道，因为我在里面。有听到爆炸声吗？很大，那个瓷砖子掉落的声音。我为长那看出来，我一旁会的。吓多怕啊！出来个做嘛？我得个一团。民众看到熊熊火球都吓坏了。事发在高雄三民区的澄清路，三号早上6点多，一辆老旧机车开始冒出白烟，过没多久车头就开始燃烧，火势一发不可收拾。现场有辆电动自行车以及6辆机车都被烧毁，所幸并没有人。